领上将军，左侧是25000人之先锋，主帅是蒙敖将军，右侧则是5000骑兵先锋，主帅为王陵将军。我大秦的将士们，我的弟兄，那里就是我秦人祖祖辈辈立德岛之疆头。 Ah!
接入炫云，冯将军，你带四马战车与骑兵25000人，向东北，渡端氏水，直插仙谷山，要不，要单指东，是丹竹岭的关。 辎重皆在大梁山，而赵括率帐在寒山。我令取骑兵后，随四马战车共5000人，由王陵将军统领，向东南走小东沧水河床一线，直刺两山之间，将赵军一分为二，使其北线主力与南线粮草辎重补给断绝，将其辖制在炫石、雾关。 长平关之间，长约40里之三角口隘之中。报，禀将军，齐军骑兵自小东沧水往东切入我军，至固关与另一骑兵会合。不对，将军，不对，秦军势大，我军入至谷底。秦军统帅断不是王和，莫非是？ 孙子曰：“时而为之，武而攻之。今我秦羽赵兵力相同，此为地之计凶险。然只要熬过头三日，赵军便士气大振。八日，赵军随身食粮便尽，到时我等便可坐享战场，待敌军。”堂堂国安军，竟阴谋使诈！ 将军，平步严查。他们有多少兵马？岂有我等从未见过之司马战车开道，伴有骑兵，风驰电掣而来，后援四源源不断，尚不知兵马之数。莫非秦兵不止50万？还我军令下去，停止攻垒，所有将士向南线大梁山突击。 将军，军事已1天为始了。秦兵要陷我入死地，传令去吧。虽我为兵有山岭作为屏障，若赵军拼死攻我豁口，也会使我军无法集中兵力。 山岭之前，展开连绵之兵御抗赵军；山岭之上，留些弩兵辅助为妥。将军有令，停止攻垒，所有将士向南线大梁山突围。 是。
将军就在那里，我等该如何请令？快去邯郸禀报我。 令下去，替换伤员，增补武万兵力于壁垒之前。10万，南北两线，还有山岭高地，居高临下，多增弓弩手，骑兵，谷底沿线多增步兵。3日之内，绝不能招降突兵。诺。韩立明。 即刻快马赶往宜阳禀明我王，我军已将40万赵军围困于宣室、固关、长平关之间，如果可能，请我王立即增派援兵赶往长平。诺。少将，赵军奋战一夜，仍未逃出我军包围，会何良策？况且国内已无轻壮士卒可征，如此岂非为难我？ 再难也只能如此。我赵军被围困此地，定会像困兽般垂死挣扎。与其搏杀，必将惨烈我军。我军兵力本来远不足以围困赵军，目前也只能勉强维持。 白起，我赵括绝不忍输，定要与你死战到底。今日休息，明日凌晨再行突围。什么？40万大军皆被围困。
如何至此？怎会至此？赵括将军渡过丹水，与秦交战后，秦军诈降，诱我深入，后截断我长平关于固关，并围困我军于全县百里之炫士谷底内。在下乃丹水东垒壁南大梁山之守山士卒，秦军切断大梁山与我军主力，我军粮草辎重无法补给。 而大梁山守将已无计询问赵括将军指令，故先遣在下前来禀告王上。不要慌，不能慌。梁山守卫还有40000，啊？是。好。尔等，看赵括将军从何处突围。 便利营万合，一同出战。是。启禀王上，我军被炸，大军必是轻装被围，我等还要尽快派驻援军救援，不然我军会被活活饿死啊！大军皆在敌前，国内哪还有援军？朕知道，朕当然知道。王上，那就再征兵吧。王上。 16岁以上男丁，已皆征至军中了，怕是只能等待赵括将军突围啊！将北王的侍卫军调拨出来以外，再在城里尽量多征集散兵，尽快驰援赵括。还有粮草，征集粮草，再征。 赵括将军无法突围，我这粮草该怎么送进去？王上莫急，臣这就调拨侍卫军去。速去！啊！启禀王上，臣正士兵在外候宣。快传。 传，士兵觐见。启禀我，快说如何？我军已将40000赵军困于炫士谷底，赵军奋战一宿，直至翌日清晨仍未能突围。寡人的我军如何？上将军一直驻守光狼城帅帐。 禀明王上，请王上速派援兵，加固围线，撤绝赵军粮道。援军，好，你速回去告诉援军，寡人立刻援兵支援他。诺。王上，对援兵可不好办啊。 早前寡人答应援军之事，岂能食言？王上，这兵不但要增，而且要快。分城离疆比较近，河东郡守就是你的那个恩人王继，你速与寡人共赴河内一带。诺。启禀我王，河东郡16岁以上男丁已全数加入军中，若再要征兵，怕是苦兵远呐。长平对战伊始。 已在3年前，3年前13岁的娃儿，今年也该16了。启禀我王，我军并非只有3年前一次征兵，实在却是年年征兵。况且这3年全在战时，把适龄的兵员全征得一个不剩。王上，臣想出一个变通之法。 将男丁入伍起征之年限降低一岁，从征年过15岁之秦国男子，只差1岁并不大啊。马上，15岁以上16岁以下之男丁，河东郡。 能征集到5000余名。
报告，王进，臣在。寡人命你在河内一线统领征兵，并传寡人王诏，凡入军者，人人皆禁绝一级。臣领诏。筹集的兵士，每过5000便速送抵长平，交予武安军。诺。 启奏王，臣已经征召到20000兵、200车粮食。好，王叔，本王命你速率着20000赵军、200车粮草，赶赴长平支援赵括。遵命，臣即刻前去。 30000，传令，只要赵军不突围，我军只围不攻。末将领命。王将军，在。你带30000人拿下大梁山，等我王的援兵一到，立刻拿下长平，一旦赵军后退，诺。 白起为帅，而替王和堂堂武安军，竟隐名使诏。本帅求功心切，辜负赵国英勇将士。此战无论胜败，我赵括皆悔自决，以慰死去赵人兄弟们之英灵。 将军，我军士卒严守待命，无一人乱阵。大梁山一失，我等突围无功，为防武安军攻伐，传我令筑垒坚守，以待救之。诺。集中军中所有剩余粮秣。
统一配发，并杀一匹伤马冲敌。诺。将军，已无伤马。 将军，还有救吗？将军有令，先杀掉一半马匹充饥。 赵军开始杀马了。赵国，本王实在是没有办法。 杀了我吧！杀了我呀！饿死了，还不如杀！哎哎，上将军有令，赵军不突围，我军不可与赵军有任何干系。 将军，援军不会来。
赵军诈降，待秦军近身，我等杀他措手不及。虽说兵不厌诈，可他并非别人，而是武安君。不见我时，他必不会轻信我赵军意向。与其阴谋不成，不如我赵军最后奋力一搏。 胜败由我军之勇而定。副将军，我欲将赵军分为四支，请你领一支。明日某时破晓，我四支赵军分四路突围。 若未能破围，反复攻之，直至我赵国身死。将军，我赵国轻敌贪功，不知轻重，自不量力。如今苦思，翻折竹简，亦未得破敌之法。虽。 一心为当国难，然反累国至此，赵括该死。赵军后事，便交由二位。将军，明日突围未知胜负，将军切莫做背阴马。 哥，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爹、我娘葬在什么地方？记得。等我死了，你把我带回去，葬在他们身边，答应小弟我吗？你还记得我家住在哪儿？ 风吹青草，白露成霜。